讲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 GTC Four Studio 的皮卡。今天呢，皮卡来跟大家聊聊装满水的表。对，你没有错，装满水的表，整个手表里都是水。U-Boot 一说到这一个品牌呢，就非常适合那些喜欢大表镜的朋友们呐、啊。当然啦、啊，今天特别会聊这个品牌，也是因为看到这个品牌里呢有一只比较特别的表款，想和大家分享，就是大温的这一个系列啦。这个系列呢有几个特色可以和大家分享。第一呢，就是它的表和表镜的尺寸，竟然只有44mm 哎，44mm 呢？皮卡觉得这一个点呢，它的那个 size 是最符合人性的一点来的，懂的都懂啦哈。表耳也不会太长，上手确实很特别。第二呢，就是这个表呢最大的特色 U， 为什么 U？ 因为这只表盘里其实是导入加满了一种合成 U， 也就是液体啦。你没有听错，是我们马来西亚口中讲的水。就是油啦。其实这个做法呢，主要目的也是为了把那个导引反射降到最低，比那个防眩处理做法，可以说就算在不同角度看，其实根本你是看不到那个导引。放个照片让大家看看这一个别的款式同样做出来的那一个效果，真的很酷。这个做法其实在德国的新到高级独立品牌 Resen 都有这一个做法的。这个最大的优点，除了达到最好的防眩效果，就是整个表盘的颜色非常丰富艳丽，黑的你会看到更黑，有颜色的表盘呢，你会看到那个表盘的颜色非常鲜艳特殊。还有一点哦，我觉得我拿它放在我的手的时候哦，它打来打去的，其实真的是很好玩一下、啊，因为它里面有那个空气的那个泡泡在那边的。有兴趣的朋友们一定要亲眼看看，这个系列出了非常多的组合颜色，也有其他功能的表款，背盖设计的非常有特色，刻了 Full Liquid Inside 这些字眼呢，告诉你里面有油啊。表呢是在意大利生产的，适应 Ronda 机芯的电池部分也独立可以开盖，非常方便后续保养更换。不要再录多一个啊，走了。关了。